刚才你们也听见了，师长给我打来电话，问咱们这儿的情况。我呢简单汇报了一下，我说同志们干得很辛苦，干得也不错啊，可就是这个进度上不来。我刚才粗略算了一下，照这么个进度，开春之前这挖掘任务都完成不了，最多呀能完成一半。哎呀，这冻土层太硬了，根本就刨不动，只能一点点往下抠。那哪行啊，就是啊。来，大伙想想办法吧，有啥好招啊？哎，这两天啊，我跟小韩我们几个技术人员合计了一下，这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掘土机，可没地儿逃腾去。哎呀，我早说了，办法有，拿炸药炸呗。是吧？也行，不过得注意安全。不行，那炸药那是管制物品，你这更没法逃腾去了。不，真的。哎，董事长，你不是那个什么高等农业学校毕业的吗？啊，对，你没学过配炸药，你这。我告诉你，这一硝二磺三木炭凑一起那就是炸药，知道不？是，我是说你可以烧木炭的柳木疙瘩，咱这管够。那土硝呢，也不是啥稀罕物资，市面上硫磺能买得着。这造个炸药那还不简单吗？我是说呀，别看咱是土八路，当年打日本的时候，那咱都是爆破能手。不，你别急。说干就干，各连抓紧时间把炸药造出来啊。好。战天斗地红旗飘，军肯战士智慧高，自制炸药破冻土，敢对严寒不折腰，艰难困苦任他去，英雄儿女看今朝，挥洒青春写人生，一腔热血冲云霄。慢点，你别噎着。你懂了没有？这儿这么凉，吃饭的速度那也得军事化。要吃慢了，窝咚咚的兵疙瘩还能吃吗？同志们注意了，同志们注意了！通信员刚从团部取回来信件跟包裹，吃完午饭大家去拿信件跟包裹。再说一遍，通信员刚从团部取回来信件跟包裹，吃完午饭后大家去拿各自的信件跟包裹。来来来，我过来拿信来了。哎呦，我的信王，哎哎，别乱拿啊！哎，是自己的拿，别乱翻啊！是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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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我的吗？还有 U 包那边啊，来，这是我的这个，王立斌，王立斌 ，U 包给你，是我的，快快快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你告诉那个谁王梦海，让他们赶紧拿包裹来。好的，快快快。你咋来了？没写啥，没写啥。那你慌什么？啊？没慌，没慌，没写啥。啊？哎，今天是来信的日子，你不去看看有没有你的信？自从我妈走了以后，就没有人给我写过信了。对不起啊，不该跟你提这事儿。你找我有事儿啊？这个稿子你看看，我觉得需要改一下。我这就改。你要是没别的事儿，忙去吧。
什么叫没别的事就忙去吧？你干嘛老躲着我？没有，没，没有。山子，姐，月姐，秀秀也在这儿呢。嗯，有事儿啊？山子，家里边来信了。真的？啊，你赶紧拿给我看看。咱姐夫那儿呢。走，拿去看信去。现在？啊。哎呀，走吧走吧，我看信。那稿子呢？我一会儿回来就改，你放心吧。啊，走姐，我先看信呢。你怎么才来？我告诉你啊，下回再来晚了不等你了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这回又没你们俩了，下回吧。永飞，你家咱俩又白等了。对，其实啊，我就不是来等信的。我们家里什么人也没有了，不可能有人给我写信。那每次来信的时候你都在这儿等什么呀？收不到亲人的来信啊，就觉得特别的孤单。但是看见大家伙拿着家里的信那高兴劲儿，又觉得热乎乎的。所以啊，每次都过来看看。是不是没收到家里的信，不舒服了？我在等他的信，就是我老家那个男朋友马云富有。哦，我听你说过他的事儿。哎，不是早就没有啥联系了吗？我怕你笑话，我和李富有是中学同学，我们俩好了好多年，在私下里不知道立过多少次山盟海誓。这是他们家祖传的玉佩，我临走的时候他送给我的。他说他一定会来北大荒找我，不过我给他写了好多信，他都没给我回。啊，就算他不来北大荒找我，我也不会怪他。不过我特别希望他能写封信告诉我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这样我心里就能踏实一些了。微微，其实你心里的感受啊，我能理解，因为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儿。哎，这个呢，是我跟我媳妇儿定亲之物，应该是一对儿。十多年前分开的时候啊，他给了我一只。从那以后，他就期盼着我们俩能够早日重逢，期盼着有朝一日我能亲手的把这个镯子戴在他手上。也就是我离开的那年秋天，我媳妇来观里找我，也想参加抗日队伍。从此就再也没有任何的音信了。人们常说啊，人生最大的恨事，那就是生离死别。
和生离和死别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。你说啊，这生离那是两个亲人分开了再也不能见面，他最起码他还知道对方还活着，有朝一日还有可能见着。那死别的就像两个密不可分的人一起往前走，走着走着突然一个人咣的一下掉到了万丈深渊，再也没有任何的踪迹，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，这心里就像刀割的一样空荡荡，没招没落的。薇薇，郝营长经常说一句话，说这个世上啊，只有享不了的福，没有受不了的罪。要我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没有受不了的难。婚姻上有些坎坷，人生中遇到一些困难，没啥大不了。所以啊，有啥事儿别憋在心里，说出来就舒服。还有，别总自个儿跟自己个儿过不去，你说是不是？谢谢你啊，我副营长。谢啥？走吧。你们看啊，这下工的时候冷风一吹，咱们衣服全成冰疙瘩了。这叫钢盔铁甲，都不懂了吧？这古时候在战场上打仗，都穿这个。那战场上质量差点的子弹呢，还真打不透呢。你看，子弹打不透打不透咱不管，反正那土枪的铁沙子肯定是打不透了。这多好啊！咱是一边挖渠一边练兵，都不耽误。这练兵方法我可受不了，我宁可上战场堵枪眼去。哎，郝副排长，像这样的情况，应该用什么样的救治方法来解决？不懂了吧？我告诉你，就一个字，等。啊？你等衣服我热了，然后冰叉一化，衣服就能变软脱下来。你要现在硬脱的话，没准衣服都折了呢。赶紧烤烤火吧！来来来，快点，你们烤火，我先过来，来来来。看看改的怎么样？胆小鬼！在这次评工表彰会议上啊，那师长是攥着我的手啊，狠狠地擂了我一拳。他跟我说啊：“好你个尖刀营啊，总算干出点模样来了。”哎呦，这句话听得我这心里叫个热乎啊！大家伙想想。自打今年咱庄稼被淹以后，咱尖刀营过的是啥日子？我到了师部跟人说话，这脑瓜子都不敢抬，整天溜着墙根儿走我这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呀、啊！这下好了，各个营都到咱们这儿来取经啊！这爆破技术也在全师推广了。今年年底全师评比，要是按照咱们营庄稼受淹这个严重后果，那至少得给咱们一个通报批。哎。就是因为后来的工作赶上了，在修渠这个战斗中，咱们获得了优胜单位。哎，咱们营的总体工作，全师各个营中排名第四。第四啊，还给了咱们一个个人立二等功的指标。这今年能评个第四名啊，也算不错了啊。原来啊，我们还以为咱们得一直坐红椅子冷摸呢。今年第四，咱明年就争第一。说的对啊，今年这个第四呢，咱们认了。但是明年这个第一绝不能丢，所以首先我们要尽全力完成这次挖渠的战斗任务啊！今天除了传达师部评比表彰会议的精神以外啊，再有一项工作，就是要在这个会上评出这个
个人二等功，啊。那大伙儿都知道，仗好打，攻难平，是不是？这打仗的时候出生入死的，啥条件也不讲。战斗结束了，这个别同志为了凭空受奖的事儿，那争个脸红脖子粗的，这不好啊。要我说啊，今天同志们都放低一些姿态啊，好好合计合计，这个二等功究竟给谁？哎呀，要我说呢，咱们营长是咱们工作的带头人啊，这个二等功啊，就给咱营长，是不是？行，你饶了我吧。今天庄稼淹那么多，不给我通报批评，那就算是万幸了。我哪有脸敢记功啊？你这家伙，看营长啊，风格多高、啊。那这个二等功的指标也不能白费了，是吧？那我就谈点我个人的意见啊。我作为教导员，啊，政治思想工作就不说了，在解决大龄官民婚恋问题上，我也起了带头作用。另外呢，在研制炸药，啊，搞爆破技术上，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，是不是？啊，哎，大伙儿都说说啊，你们说说，包子，嗯，啊，那大伙儿不好说，我来说啊，严顺呢？在这几个工作方面呢，你确实出了不少的力，但是呢，制造炸药那也不算是个科学发明嘛，是不是？好多同志都会，这不应该给组织了一下？再说了，这二连受灾，你不也有责任吗？啊？那你说，这个功给谁呀？让我说啊，今年咱们营的垦荒生产，那多亏了耿副营长带着三连啊，才没让咱们营吃鸭蛋，是不是？行，你别谦虚了啊。还有，在勘测制定防涝大渠的这个规划上啊，他也出了不少的力。这个二等功的指标应该由耿副营长。哎，别，哎，听，这掌声就是同意了，哈哈，那就这么定了。那散会以后，各连抓紧时间把师部屏蔽表彰会议的精神呢传达下去，给大伙再鼓鼓劲儿。另外呢，我还要强调一点，这挖渠的战斗任务啊才刚刚开始，天气呢是越来越冷，困难呢也会越来越多，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啊。但是不管遇到啥样的困难，我们都要坚持发扬尖刀营顽强战斗的优秀作风，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这次战斗任务。散会。耿副营长，祝贺你啊。哎，山月，哎，抓紧时间把耿副营长的这个立功材料啊整理出来，上报团部。是，这真是。哎呀，这怎么定了？那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这是有情绪啊！啊，远近不分，好坏人都不分，就为这二等功啊？对，包子，我可不是抢这个二等，我是不想给他更希望。你说咱们全营，你就给萧山月，给其他同志都立了，那都行，就是给他不行。更希望是什么啊？他那个出身，他是可又不可信的。哎哎，行了，别胡说八道了，注意政策。你就护着他，我都怕你犯错误。啥错误啊？我能犯啥错误？你跟我说清楚。啊，去。来，过来拿信来了啊！来，来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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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乱拿啊，拿自己的，别拿别人的。我的信，有我信吗？别急，我还没找到。有你就拿走，没有你着急抢也没用啊。哎呀，别急，你看，别翻乱了啊。哎，这是我的，找着了。哎，这不是你的吗？你信拿哪？哎，微微，嗯，今天也许有你的信啊，快查。你就别逗我开心了，不会有我的信的。就像你说的，看着大家拿信那股高兴劲儿，我心里热乎乎的，挺好。罗薇薇，有你的信，过来拿呀！
快点啊！哎，教导员可不会开这玩笑，我去看看吧。啊！这有我的信啊！你个小丫头，你怎么还不相信我？你看这是你的信。谢谢教导员。真的是我的信。看把你高兴的，是他写的吧？这个地址是他们家的，不过这字儿不太像他写的。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罗微微，我是吕富有的妈妈。你没有想到我会给你写信吧？你以前写的信，富有都收到了。他不想给你回信，也不想再和你联系。顺便告诉你，因为富有已经定了亲，是一个生意人家的女儿，这个月就要结婚了。我托人给你写信，就是告诉你，不要再给我们家富有写信了。不要再扰乱我们一家平静的生活了。不管遇到啥事儿，都放宽心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自己个儿跟自己个儿过不去。啊！这个吕富有，这么多年感情，说散就散了。微微，为他这种人，犯不着伤心。我倒觉得，你和吕富有散了更好。咱们这儿有的是好男人，找一个就比他强。哎，你不是一直喜欢郝营长吗？要不要去跟他说说？不用，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彻底把吕富有忘记。秀秀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嗯，什么？明天帮我把头发剪了。老王，来，抓紧时间啊！吃完早饭马上出宫。热情，哎呀，搓搓手。哎，那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你找个时间去跟微微聊聊去。咋的了？行行行，那我一会儿过去安慰安慰他啊，放心吧。行，我吃饭去了啊。
秀秀，谢谢你啊，你给我剪的头发挺好看的。那刚才下剪子的时候还眼泪汪汪的。谁眼泪汪汪的呀？这不是为了工作的时候方便吗？啊，罗威在吗？郝营长，请进来吧。啊，好看，挺利索的。哎，不过出门得戴顶帽子啊，小心着凉了。郝营长，你是找我，还是找沈秀啊？我找你说几句话。啊，那你们谈吧。薇薇啊，希望跟我说了你个人的事情。哎，咋的？这感情上？受了点挫折呀？没事儿，都已经过去了，给。你这是骗人！都好了，你把头发剪成这样啊？薇薇啊，要我说呢，人这一辈子，那指不定碰上啥难事儿啊。要是自己扛不住，就主动跟组织上说，营里会想办法帮助你的。这两天。你就不用去工地上干活了。为啥呀？营里啊需要增加一个卫生员，你就到营部当卫生员吧。这两天呢先熟悉熟悉业务啊。郝营长啊，是不是耿副营长让你来的？让你猜着了，是他让我来的。我正想问问你呢，你这段时间跟希望处得咋样啊？挺好的，我觉得耿副营长是个好人，特别是我跟他一起搞大区测绘的时候，他对我就像大哥哥一样无微不至的关照。和他一起时间待长了，不知不觉对他产生了一种友情，甚至是亲情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跟你说，你别看希望平时不咋吱声，但跟他处久了，真觉得他这人挺亲的。好事。友情、亲情和爱情不是一回事。也是，不过薇薇啊，我这人呢是个大老粗，那感情上的事儿不像你们那分得那么清楚。不过在我看来呢，你对希望能有现在的这种感觉，那就是好的开始，这就是缘分。郝营长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，你得跟我说实话。啊，说实话。你对我到底是啥感觉啊？哎呀，那肯定是好嘛。那要不好，我能把你介绍给希望吗？啊，你想想。我这个头发真的不难看吗？不傻呀？真的，挺好，挺好。北大荒的风再大，雪再狂，也难不倒金刀营的全体官兵，难不倒支援边疆建设的热血青年。面对天寒地冻，我们的革命意志会更加坚强；面对狂风暴雪，我们的士气干劲会更加高涨。让我们在艰难困苦中经历考验，让我们在不屈不挠的奋斗中迅速成长。同志们，想一想那些为新中国的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，想一想我们的革命前辈们所经历过的25000里长征，想一想我们的英雄军队浴血8年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壮举。与他们相比，我们面前的这点苦难又算得了什么？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卒。营长啊，我看看天色不对啊，咱们早点做准备啊。杨小杨，你两天就好了啊。好呀，不就是刮点风下点雪吗？哭什么呀？你是二等功臣，这一点风雪你还怕呀？你要是顶不住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咋净说那些没用的呢？你为啥没跟我商量一下，就让罗薇薇当营部卫生员了？啊！你没跟我商量一下，就让罗薇薇当卫生员？你明知道他俩正好着呢，这不又帮了他一次吗？
良心眼吧你，干活。全是参加修挖排涝渠道的部队，离他们本营地最远的，是不是金导演？是。看来这场烟泡子雪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下来了。哎呀，这样吧，你以师部的名义电话通知，让参加修挖排涝渠道的各个部队，啊，能够坚持的就守在工地上，不能坚持的就撤回营地，等天气好转以后再接着干。是。换个毛巾。这几天啊，陆续有同志倒下了。营长，小队，我个人认为，这样的风雪天活不好干，还是停几天工吧。耿队长，你这也是参加过志愿军的人，那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一口血水一口炒面，不一样坚守阵地吗？这点风雪算什么呀？现在咱们面临的困难特别多，连日的风雪，交通又不便，送给养的车又过不来。库房里我们有太多的蔬菜和副食了，我觉得咱还是回到营地里边休整一段，等给养车一到咱就上工。哎，那没有给养副食还活不了啊？这战争年代比现在艰苦多了，咱不一样都挺过来了吗？咱们男人能挺，那些女同志你总得照顾照顾。别遇到点困难就拿女同志当挡箭牌，你这要怕苦怕累你就说呗。你这不应该啊，你可是二等功的功臣，如果连你都挺不住了，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？啊，我知道我拿这二等功啊你特别不满意是吧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拿这二等功你特别的不满意。那哪能呢，像你这种人就应该立二等功啊。我是哪种人啊？是哪种人你自己心里知道。行了啊，这嘴仗打起来没完了，也不怕同志们笑话。哎，见导演好报。啊，啊，请你转告师长，我们可以坚持下去，不管遇到啥样的困难，我们都会尽力克服的。啊，营里的情况啊，情况。喂，喂，宝来啊，到，通知电话班检查一下线路，看看是啥故障。是。哎，告诉他们注意安全啊。明白。啊，师部刚才来电话了，说因为天气情况，如果坚持不下去的话可以先回营里休整。那我觉得啊，如果因为这点风雪天气就回营休整的话，那不是咱们尖刀营的作风。你们说呢？就是。我同意接着干。这点风雪算什么呀？不过希望刚才说的蔬菜副食这个问题啊，那也不是个小事。这样吧，明天我们抽调一部分同志，专门负责打鱼打猎，给同志们改善改善伙食。你总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吧？啊，希望你看咋样？试试吧，反正我个人认为不能坐以待毙。是。郝营长，啊，郝营长，啊，现在已经有76名同志病倒了，女同志就有11位，主要就是发烧。沈秀也病了，看大家这种情况，这种病不好治，而且还传染。你们和其他连里的卫生员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最主要的任务，就是要照顾好那些生病的同志们，尤其是女同志。有什么特殊情况，及时向我报告。郝营长。
咱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药品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那我们走了。辛苦你一下，明天去趟北洼屯，问问齐大爷有没有能治这种病的药。行。说来惭愧，这病我治不了。自古道业有专攻，一般的病我还有办法，可这病我实在是不行。眼下这屯子里也有好几个人发着病，我还正发着愁呢。要想治好这病，依我之见，赶紧和部队医院取得联系。齐大爷，这电话线啊，被风雪给吹断了，这一时半会儿跟师部联系不上啊。爷爷，药都配好了。好，刚副院长，您来。你看，这里全是一些草药，都是解毒消火的。你扛回去先熬上，让病人喝了，能够暂时稳住病情。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病，必须马上和部队医院取得联系。我知道了。这点盐是大伙凑的，你们肯定用得着。齐大爷，乡亲们的盐也不多。吃盐不就是吃点味儿吗？别嫌少，拿着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乡亲。哎，这样你可就见外了。记住，赶紧跟部队医院取得联系。电话没说几句又断了，但是他们说可以坚持。现在最紧急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同志都病倒了，最缺乏的就是药品和给养。哎呀，我们的给养能不能送上去？路况不明，风雪太大，给养一时送不过去。那其他部队呢？和尖头营一样，没有一个部队撤下了。现在啊，当务之急是需要恢复联系，不然我们就成了聋子。这样，你通知通讯连，让他们全体出动，立即抢修电话线路，必须要保证跟各个部队的通讯联系。另外，你们后勤处把送往各个部队的给养药品准备好，随时待命。是。还冷吗？你去给几个同志兑点白开水吧。156人生病，其中有29名是女同志。从目前情况来看，发病人数还会不断增加。半个营的战斗力没了，
发病的同志们有没有生命危险？暂时还没有，但这种病如果不及时治疗，会产生严重后果，很有可能威胁到生命安全。不是，耿副营长从齐大爷那儿带回来的药，就一点都不管用吗？多少管点用，但要想从根本上把这个病治好，我们必须求助师部医院，请他们派医生并带着药品来。好嘞，这电话帮是咋回事啊？啊，线路问题查不清楚了。哎，营长，听我说，这几天呀、啊，连着快眼跑，这所有的路都被雪给盖住了，这已经根本分不清楚原来的地形地貌了。你说这种情况下，这电话班怎么可能查出线路到底是哪出了问题、啊？那就是要把咱尖刀营往死路上逼啊！我还不信这个邪了，派人去师部，请求师部援助。老大，这风雪太大了，这路况又不明，去师部的路那么远，太危险了。那也不能干靠啊。行吧，你说咋办呢？我同意你的意见。营长，把这任务交给我吧。我东北长大的，对付这种天气我有经验。营长，你放心，我会圆满完成任务的。定然梦见了。